还有，该打一个喷嚏。打什么字啊？我打你好，跟 hello。嗯，我不能打字哎，你用什么打 ？P？ 嗯？为什么你可以打字，我不行？嗯，不行哎、欸。你有按那个吗 ？Enter。哦，白痴哦，那个啦，啊、方向键。那、欸、你离开了。我不想按到了，不好意思哦。大家安安，大家除夕快乐。我怎么看到你三十等？我看错了吗？你看错了，我不信。我才十八，你来看。为什么刚刚看到三十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说来来来，我听再听一拜。眼托。来来，我们不洗一下技能吗？没有要挂机。我在想说挂机这一件事。嗯。要不要就例行可能十分钟就好。挂机十分钟？什么挂机十分钟？啊，要挂机哦。不是啊，我没有要挂机啊，我们不去打一下那个卡片吗？好啊，我们打一下。所以我才要洗天赋啊，你不洗一下吗？我们的天赋是什么？现在是召唤啊。哦，好啊，那你等我一下啊。因为那天不是就是挂到会死掉？嗯。我都听不到你键盘声音，我好吵。抱歉，我家的猫会叫。还活着啊？对啊。对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嗯，还醒着。我觉得我那天就跟你讲说还活着嘛，嗯，我问错，应该是问还醒着吗才对哦。小换单手武器 ，E hit， 嗯，怎么了？没有，不敢骂脏话。你听到猫猫叫，没错，我家的猫。我好了。等我一下哦，我换一下镜头。结果你要睡觉了才开台，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本来想开台，但是看到啾啾已经快看完了。木棉花在播啾啾那个。加那个今年联播马拉松，然后第四季完结，不完第三季完，刚刚结束了，准备要意大利牛郎团了。主播早安，男主播。男主播孙安安，安安，我刚刚有说啊，咕噜咕噜咕噜，我家的猫也说安安喽。除夕要做什么？开台啊！除夕我除夕哪里都没有要去啊。嗯，而且什么要讲了？哦，而且大晚点，晚点要出门，然后但是再晚一点点会回来继续开台。应该会，我不是很确定。我们应该会讲好了。哦，嗯，睡死啊！我没有要守岁了，我这年纪不用守岁了。叫醒车。年纪这么轻轻，
帮我顾一下，我擦一下我键盘。你不要挂这边。我知道你会保护我啦。被打了。你看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我扭，我扭，我扭。我没有。哎、欸，你的血怎么那么多、哦？血比我多吧？我619，你639哎。我，你有穿衣服吗？我有穿啊。对啊。不可能啊，因为你那天拿到那个大嘴鸟的卡片应该比我多、啊，你多加100才对啊。所以我一开始的血比你少100。你没有点天赋啊？哦，不好意思、啊。没事。你看这个，这怪量你怎么跨王啊？天哪！而且还没有精英的。有啊。我刚刚没看到。哦，慢跑。痛哦！利安安，利安安安，晚点出门不是吃年夜饭啦？一张卡片了。嗯、欸，拿到什么的？那个吱吱吱的，跟你一样。你说鸟吗？机器人。哦，机器人。抱歉，我家猫在看。我干嘛、啊？晚安，晚安，晚安哦，晚安。大家为晚上的守岁做准备啊！我去年有守岁，我忘记我们守岁啊，不对啊，设计系的学生本来就每天都在守岁啊。你去年就……对不起，换个麦。血了、哦，太疼了吧！哟，你去哪了？喝水，我躲起来喝水啦。在那边喝水很危险哎、欸！啊，无敌屁呀、啊！当时是怎么打到这卡片的啊？天啊！那时候我们好像只打这只，打第一只就掉了。没有，你是在上一，在右边那个，打一只就掉了、嗯。我是说我另外一只角色啦。哦。本尊，他怎么挂的？你是一个人玩吗？还是有没有跟夜猫，跟以前一个叫夜猫的玩。嗯
你们其实打很久。我在想，我当时到底怎么办到的？大妈，你把我的补包都吃光了，我的天哪！哎、欸、靠，我要吃到了！啊，你觉得好金鹿岭啊？哎呦，金鹿！我躲起来喝水，你这个女人。抱歉，我就爱喝。拿到啊！那些球啊！哦，你刚没看到。哦，无敌真的很烦哎、欸。无敌？就那个泡泡啊，无敌泡泡。哦，无敌哦，无敌牛仔秀。我以前很喜欢学那个火腿讲话。火腿哦，那只猪。啊，无敌！我跟你说。我回家。你吃，你吃。哎、欸，那个线好烦啊！对啊。你的线应该比我更需要。我现在这边这么挤的话，我再换个天赋，你撑着啊。你要用雷吗？是。好了，我来了。哦，你要用那个。对。他不会绿色也有那个吧？那个水晶球有。我是觉得有啦，因为这边卡片有五张嘛。哦，靠你了，幸运的蓝蓝。太难喽。鸟爪，鸟的鞋子啊。你好，我看一下我的，一定要不要到？好，你先忙。我那天就是想说，你先挂在上面啊啊，我就是在这边挂着就好了，不挂着啊，这边打怪就好了。你家太累了。哦，又不差这一次，天哪！杰云说他是从八点忙到现在休息，自己一个人拆地扫，哎、欸，扫地拆门。哦，辛苦杰云了。然后阿亮安安，
阿亮安安。还有一个是你们觉得、哦、好长啊、哦，那名字好长。我找到水晶球的卡片。哟，水晶球是有卡片的、哦。嗯，皇家魔宫。很棒。吃，好吃。嗯，所以你不是说要最近要练习让他习惯外面不去之类的吗？嗯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喂？应该不是我吧？我不知道，好像怪物里面有声音哎。我不知道哎，没听到哎。不过我最近麦克风好像有问题耶，关键 OBS 有问题，好可怕。因为我不是那天跟你讲说我那个没有剪那个超级兔兔人的原因吗？嗯，就是因为我发现我的收音好像怪怪的，会收到好像很奇妙的声音。嗯，收到不是这个世界的。对，真的，我是讲真的，我是讲真的。我大概知道，是因为我这边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有卡片耶，确定是我这边的，你什么的？水晶哦，守护水晶，碎啦！幸运蓝蓝，是那个圆圆的。对你生圆圆的了，我还有大嘴鸟跟圆的。刚才，好像是那个大嘴鸟的声音。啊！对，只是它突然特别大声。有哎、欸，很像哎、欸。害我吓一跳。要去拜拜了吗？懒懒大大啦，我不是大大啦哟。但你是好不好？哦哟，论各种角度来讲，你真的是，其实地位比我大。为什么？并没有。就以前，到现在，论以前，你现在也是大大，我知道。不，这是我的。你想干什么？没有没有，因为看到我跑开了，我开始护食了。汪汪汪汪！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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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你会护食成这样子吗？嗯、我快死了啊！不是，是因为你被抢太多次食物了。没有啊。球球快跳牌啊！我跟你讲。我球球快跳牌，他的赶快跳牌哦！天哪，我先检查一下，我是不是都是不是只剩球球？没差啦，就打我也要啊，对不对？你说像那个那天吗？还有骂安妮啊？我那天本来想说，嗯，点给你看，就一拉刚好拉到一个片，那个那不是刚好拉到片段。哦，我们还有一些东西没拿到哎、欸，那个相位人，哦，那个相位人是王哦。我相位人。这个啊。等一下，我这边会死，我回去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了。我相位人。好像是一个小王吧，然后是大王。啊，降位人。对啊。哦，要刷 BOSS 了呢。啊，那个好像是家具哦、喔啊，大王好像是家具。哦，机器人，浊音跟能量石球。二次元拉面店员，我二次元拉面店员。在说我吗？我是二次元拉面店员。去换魔宫的好，好吧。那你要不要来啊？我的饮料。
我来了，饮料。有片卡片呢，哦，能量石球卡牌。打眼。都好利送点后啊，我看一下我还缺什么。嗯，安内恭维。好啦，我就只有球跟水晶而已，我都没有。没有球跟大嘴鸟吧？我说我就只有球跟水晶，就大嘴鸟跟那是什么？机器人。机器人还没有。嗯。好啊。那不是我最早得到的那两张吗？对啊。啊！怎样？啊！怎样？哎，他会放屁哦，恶心鬼！没礼貌大嘴。有了、欸、卡牌，缺一个了。夺音卡牌。如果剩机器人的话，我们要不要就进出地图这样刷？这样比较快吗？对啊，不然我要打其他只哎。也是可以啊。对啊。来那过来左上角，我吃个血球，他挡到我的，我、哦、好了。这里，哦，有人问懒懒是谁啦？这里啊，干嘛？懒懒是谁？哦，懂了。你知道懒懒是谁吗？不。欸、你刚刚得到他的装备、欸，你要脚吗？你要吗？给你啊。不是不是，格斗铠甲。嗯，很小、哦。你要我给你啊。你要有几件？理论上一件吧，格斗哎两件呢、欸。那给我一件，我没有。给你。耶、yeah ，这样我他的收藏品我应该都有。好，那既然这样子的话，我再点一下天赋哈。等我一下下哟。他都没一件换装。有，格斗机器人都有了。诶、欸。能量石球的东西我还没有全部打到。玩什么游戏啊？来，繁星。你没有那个哦、喔，等一下我给你哦、喔。没有哪一个。你缺的那个啊，一些血，我就一直拼命在洗啊。哦，好好好，是哦。捡，捡什么？能量石球的东西啊。为什么你有？我就去打到啊。几个？两个啦，他加魔攻的吧。有吗？有，然后剩下大嘴鸟的了。大嘴鸟缺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一坨。又了。看你哦。好想喝饮料哦。我的外送员呢？你不是说你要看一下？我好了，我看看什么？哦，大嘴鸟那个。哎呦喂！可以先啊，让它一起加剧呢。啊，那可以看了、啊。对。完了哦。要完了，那你有几个？我看一下。好像只有一个。好，反正这边刷得到。喝水，你不用影分身哦。哎、欸，你没有啊？哎、欸，喝个水啊！喝个水。你知道为什么要推你吗？你讲啊，你掰啊，我让你听啊。
不是故意的。哭啊！这个玩偶不给。这个水，它补好少哦。对啊，补少又放得慢，哭啊！对啊，啊臭！好吃。给退。好吃。其实可以真的这样过啊。嗯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可以推我啊，把我推进去。哦，那还是要。对啊。那还是蛮耗精力的吧。不会啊。是吗？对啦。哦不。十三安，十三，吃冰淇淋大大，是十三大大。抱歉。哇，大大都来找繁星了。找你的啦。繁星教我画画。妈，那篇文章是小林偷的哎、欸。我知道，我有看到。白痴。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偷吗？他想要笑。冰沙可爱萌，冰沙很可爱。答案。你晚点还想看楠楠玩吗？对，你吃的，你看你什么？我从楠楠的嘴边抢到的东西，你看我多棒啊！你是可怕的狗狗。你才可怕的狗嘞！我已经被你吃光光。叫我画画。最近画不出图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有十三的教学，所以我们要叫十三教我们画画。对啊，十三。哦，十三。哦，十三，我不会画画的。十三。你要教繁星画画，不然繁星要产不出土喽。为什么你钱多我一万啊？对啊，我也在想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还是你洗天赋洗到丧心病狂？哎、欸，可能哦、喔，一次就1500了哎、欸。你现在洗一点1500？那怎么样？洗就是洗一次，它是就是花1500嘛？洗一个天赋1500。是啊。不是一点啊，是有洗，我至少有洗。洗到丧心病狂，哎，这是真的会啦。杀十三，十三是杀的意思哦，懂了。什么十三是杀的意思？就是三。哦，十三哦，三。三。哈记，你不知道玩 Apex 吗？哎、欸，哈记不用教好不好？哈记本身就会画画了。我知道哈记会画画，哈记就是什么都会的人。欸、哈记你知道蘭蘭这个人吗？他不知道啦，他已经知道好不好？不知道。蘭蘭是之前不知道。好，我晚点再跟哈记说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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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
很久以前就知道，他说知道什么？知道你很厉害吗？知道你这个人啦，拜托。知道自己很厉害。妈的，你就是很会画画那边。很认真。认，你以前就比我会画画了。哪有？哪没有？我的天哪、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装傻？哎、欸，我在干嘛？我怎么知道你在干嘛？害羞，害羞就变这样子了，懒懒大大。我的天哪、啊！乱讲话。乱讲话。乱讲爸爸，爸爸，十三要教我们大家画画了。好喂、欸，没有，我以为有我的东西了。什么东西？我的卡片都还没打到，有你的东西。我的玩偶。还是你想去打刺激的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家猫在挖塑胶袋。猫不都爱塑胶袋吗？对啊。哦，不好哎、欸！哦，十三拒绝了我们，你让我们心痛难受。你在除夕的这一天拒绝了我们，啊、你好坏哦！明安安，明也是忠实粉丝了，忠实观众，我还蛮常看到他的。对啊。我昨天我的理智又下线了一次。Why？ 又有人教你做事哦。对啊。要我说繁星可以画画炭治郎吗？我说看，我就在画我自己了哈。他说没关系啦，哈哈，开玩笑，不然你可以画你自己啊。我说干你，我不是，不是，哦，我就在画我自己啊，看不出来吗？我就气到就是让他去冷静一点。所以你昨天开画图台哦？一先画图，之后玩那个之前玩过的地下城游戏。然后再来就是玩骷髅，玩骷髅才发现说那个 bug 被是 bug 啊，那个骷髅兵被修掉了。那我没有试一试订阅，那个是假的。你们太夸张了！你太夸张了，你跟我讲说要开台的。没有，我那时候说好玩的。你个头嘞，哭哦！不、哦，我不会开台。我教你呀、啊。我没有时间。你现在就有时间，跟你开啊，可以啊。可是他总会玩到不同视角的游戏啊，可能你那边有 bug 比较好笑，怎么看不到、啊？哪有这个游戏应该很难不同视角。我说总会玩到有不同视角的游戏。好啦，之后再说。我今天就在滑抖音的时候看到一个，哎、欸，谁写比较少？我。他说。输出靠画图这样子，我想哦，什么游戏好好奇哦，那是什么东西吗？搞哦，他就是放兵游戏，就是放兵过去打，那只是你放兵的位置是自己画的地方，啊，就只是放兵游戏，说输出有人靠画，我想哦，哎、欸，哎呦，哎、欸，我快数了，没有十三， 13, 我没有拒绝你啊，十三，我拒绝你什么？你最好好好说话哦。来，要不要教我们画画嘛？你讲。是不是要叫我画画、啊？叫我教你画画，那我会派出反击。不会啦，我就跟你讲说，你要画画就先学好魔术棒跟油漆桶。当你学好之后，你就不用叫我，不用叫我你好叫你画了。你看，多么难的一件事啊！油漆桶会很难。油漆桶难死了，尤其是魔术棒。哪会？你就全部连在一起，不要有空隙就好。没有。没有、哦，没有什么，我有看到、哦。我没有，我看到。刚好停下来啊、哦！我看到，停下来了。你在等着你的血包，伊克维。我晚点给你看我讲话的怎么样感觉的。但是我就是画不出来。我今天大概给十三，给你啊。给十三，我们大概一起攻神。攻神什么？不是攻神哦，你就对嘛，我就是不会画画，你还想攻神我？哇塞，不是啦，我难过。没有，你怎么这样
说话啦。红西可以问问大家求分析骂谁吗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突然想被骂。啊，竟然没有！天哪！要有这么多东西，竟然没有！十三怎么这样说话？十三，你有没有教我画画？虽然十三有开台，我切比较少。没有叫我开台，但我现在开啦、啊。反正现在台就是我的台，对吧、啊？这是他的台，所以我就说啊，你们现在抖内的钱我都丢给他这样子。不会啊！你说我们给你钱？有啊。对啊。你给我300万？不止吧？想这样？可能那个多。你看，那只鸟在对你放屁。他明明对你放。哦。啊！快走。可以问繁星，他可以问大家为什么要求繁星骂人吗？ Oh, 我就说不知道为什么啊。就是因为其实说老实就是。哎妈。嗯。嗯，也不是、欸，因为繁星骂人就蛮可爱的吧。没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真的，你真的，哎、欸，你可以问哈基，哈基还在吗？我以前是不是真的太凶了？我直接，我是真的在开台上面直接在凶人哎、欸。那其实当时他们也有意识到，就是我过头了，会就是哈基都会说哦，繁星今天有点凶哎、欸，这样子。会直接讲出来，然后就意识到我过头了。是哦。对啊。因为我刚好在的时期就是你比较不凶的时期，以前也是。以前很温驯，中期很凶，后来又拉回来。我觉得我前期就其实很凶了。我认识他的时候刚好也是以前啊，然后现在是现在啊，所以都很温驯。刚好跳过凶巴巴的时期。我跟你讲啊，就是姨妈来了。你等我一下、喔，站了一下。啊，你的那个来是不是？对。啊，你先去吧。就以前也，我当时刚玩歼灭一的时候吧，那时候可能就是脾气比较暴躁吧，就玩游戏好胜心真的很强，很强烈。然后后面就是真的是觉得。只是游戏而已，不要没必要凶成这样子。那后面就还好。那只是有时候跟露米玩，我真的没办法。跟露米玩，我的火气真的是会大起来。但是怎么讲，他就是有办法激发我。你怎么回来？他是有办法激发我生气的机制。还记得对杠杠的怒吼？没有啊，杠杠就只是你说烧那个吗？烧羊毛那个也不算凶吧？弱弱的问菜渣时期是前前期了吗？菜渣时期是我根本不敢开麦的时期。其实当时跟哈基他们认识的时候，我其实也是不敢开麦的。当时虽然我们有居家，可是当时我也是不太敢开麦的那一种。因为我那时候是昨天开台有讲啊，我其实是先认识哈基，才认识菜渣鱼干他们。中间的墙那个只是吼，不是生气，生气是直接是会影响到别人情绪，玩游戏的那个玩游戏的乐趣啊。他怎么把他挤出来了？白痴哦、喔，白痴哦、喔！不要咬他，不要咬他！哈哈，完了，完了。
英姐就是这样来的。大家对生气的定义不一样。嗯，对啊，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要我骂你们是什么样，北七哦，这样子啦，还是暂时要骂骂到途中他来那一种。啊，回来了。Hello。在聊什么？没有啊，聊说对于生气的定义。嗯，我也很少生气。嗯？啊？嗯啊？都没有对的人，像你的话，我就很生气。我不是人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我天哪！你已经不是人了。我知道你是什么吗？我知道，畜生。你是一只兔子。兔子都畜生啊？怎样？不是。你怎么可以凶动物？你知道为什么可以吗？来，我听一半。他就是有人欠凶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，你都会说你都会凶客人了，你都想要凶客人、哦，你都会想要凶客人。哦、是想啊。哦，原来影分身会不见哦，时间会到。不对，不见了。你把我刚砍越砍越弱。被戏咯，按错。看我们东西有没有买到？买到？拿到？有哎，有什么时候拿到？拿到什么？好吧，厉害了！我看一下我，可以接回来了。我看一下的哦，等一下哦。嗯、卡片是那个吗？对，我还缺他的，你取出来。打完他就跑，要打完他。我会打啊、哦，你不用打完他哦，我懂你意思了。嗯，那这样子我们不用来这边打啦。对啊，那我去另外一边。对啊，去大门那边。哎、欸，你是要去哪边？这里，这边是什么？对啊，我也忘记那边怎么。没东西。打完了，没了。我们走吧。大家安安安安安安。不知道这边没东西啊。呛猫咪，呛猫咪。独角兽安安。Unicorn， 那你要在这边刷吗？没有吧，隔壁不是更好？好啊。你到底在干嘛、嗯？看聊天室。靠珍珠奶茶。酷哦，酷哦，酷哎、欸，酷哎、欸。你吃，弄了弄了，
啊？怎么了？药水效果切地图就没了哦。是啊、哦。对。好烂哦！但不适合这个哎。我刚一直这样子切地图喝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你吃吧，你也这样走太远了吧？喝水啊！好醉哦！喝水不够，喝珍珠奶茶。嗯，等一下你就说你在干嘛？喝珍奶。你只会跟我讲说我在喝水好吗？哪有？我刚刚不是说我喝珍奶？你之前都跟我讲说在喝饮料，喝水。哦，你喝水用吸管？哦、没有啦。没有啊，我两个都喝哎、欸，我两个都喝。然后升级了，哭呀！我还没升。哎、欸，还真的哎。那我们今天真的很安静啊。就差了一两只的经验呢。对啊，只怪那天你偷跑。谁跟你偷跑？你跟我偷跑。我跟你讲，就差几只打兔子经验而已。了不起，我就开我这只去打两只兔子就好。不是，你要知道兔子等级可能是一一一而已，这边打可能十二十二十二。对，应该是打两只机器人才对。是两只机器人吗？刚打两只啊。是啊。小包吃吃吃。你是刚集气过地图是不是？对啊。骗人。不是我刚刚这样，然后嘞，然后会继续吗？没啦、啊。不会啊。不会、啊。我以为你刚刚仪器直接这样。我就按着过。狐狸小羊安安。小羊安安。哦，你确定那个没有吗？确定啊，要给你看吗？不要。来，相信你。给你看。嗯，真的哎，真奶好喝。打那么久，你被发现了。嗯，这是肥胖的声音。喝爽没？打爽。打哦，你打可能比较有那种晒啦，比较有那种晒运。OK， 你的机器人好快哦！我的机器人，留言速度，因为它是没有，就是刚好15分钟，然后一次打出来的。哦，对。要。你怎么知道在干嘛？猜的。所以今年没回台北。那、啊、对，所以没有红包，可怜小孩。嗯。要给我吗？看，再跟我要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真的要讲是不是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
等下私讯。哇，不要，都行。哦，坏习惯。你怎么最近都变，真的变这样子了？以前都不会。被逼疯了，我坏习惯。是你以前没有的习惯好吗？没有，就是现在。你开始有工作之后就变这样子了、欸，所以你同事都跟你要钱。我一直都有啊。哪有？你以前哪有啊？嗯，没有，我之前有的时候你也没跟我聊过天，对不对？是你没有提到吧？对啊。对啊。小林，繁星要打你。何止打他，把他抓起来摔，跟你讲。哎、欸，那篇我还蛮多人按赞的、啊。哎、欸，而且每次都是我关完台之后靠背实况就更新，然后而且是看到你 take 我才知道啊，靠腰又更新了这样子。那时候我也是刚好滑到。嗯。想说哦，时间滑到。想说你哦，你这时候下班了哦，不是这时间看到。然后问你在干嘛，隔天早上才回我。你要睡死了，看到一下就睡死了。啊，你等下6点给我出门，我把你抓起来摔。疯了不正常，安安。哦，他就解操。啊，解操，解操安安。雪樱花安安。下午好。没跳通知啊，最近都这样不是吗？就是在搞我啊。你知道为什么会没跳通知吗？是繁星限定你不让你看的。小玻璃间的。如果能限定的话，我还真的会想限定。可以啊，你知道有限定功能吗？是哦，嗯，只给会员看的直播。哦，那种就不一样了，就想限定某些人不能看，像我想限定一些我讨厌的人那一种。对啊，你的血好多，你788嘞。你没有穿一件衣服好不好？你有没有这件啊？哦，是那件哦。对啊。这件 HP 加60，就让我加60，也才72、73多吧。那我是看错画面，那我看你的画面啊，白痴哦，画面是一样的啦。嗯？我想说怎么？我看你画面是你自己在动。不给我卡片，那就限定啊。我记得有哎、欸，不然就 FB 直播啊。哦、oh, ，对吧 ？FB 直播只要封锁那个人就可以了吗？不是封锁啦，就是说，我、oh. 封锁就是不让那个人看而已啊。啊你还会加你讨厌的人 FB 啊？也是会哈。也会有可能有。对方不知道你讨厌他而已。嗯哼。哇，小林老就打爆卡片。你吃。你不吃我吃，我就怕。哦，我那个鱼卵真的好好吃哦。乌鱼子还是鱼卵？都是，我很喜欢吃软类。你要不要吃？过年期间账，我们这边的账寿司有没有开？哦，好好，如果能吃的话，好好。哎、欸，那我等我一下，先帮你跳一下。要跳吗？然后我看一下寿司量有没有开。账寿司啊。嗯。越来越会推了你。我小。干。把我推进来的白痴，搞我掉卡片了哎、欸！
啊，烂机器人！还有大过年的骂脏话了，不公了啦！没关系啊，我也是。百货公司应该不会关吧？啊，应该啊。会关啊，有一些百货公司会提早关。对啊。像可能会是八点就关的那一种。啊，有一些店也会就是给员工福利嘛，会找就是会店休，像我们也有店休。啊，可是我们店休就两天而已。不是你们店休，那只是把你们员工的假排进去而已，嗯、然后店休。必修怎么会是算自己员工里面的假、啊？哎、欸，很难过哎，我就不想休那几天。我可以不要休啊，大家除夕来啊，除夕给我吃拉面哦，最好不要跑来吃拉面。哎、欸，不过说认真的，就是我们店休前三天真的是忙到一种不行，因为平常你要想哦，你电视月环之后一定更忙。什么？因为你们那个是初二开张的哎。对。对啊，那可是大概初二也都是返乡了啊。对啊，所以我在想说没差。搞不好也会更忙啊。会吗？返乡哦。不好讲哦，搞不好很多对啊。你不要想说放假回去都是什么的，你看淡水其实初一初二超冷淡，超冷那个耶，超冷清的耶、嗯、我每次到过年的晚上，骑去都只有觉得马路是自己家的，可以躺在地上吗？对啊，是真的可以哦、喔。这样子不行。可是我们那个同事是说，他们的经历是，出现那几天其实人会很少，因为就算吃，大概也是去吃百货公司或是比较高级的。知道就神经神经的啊。嗯。嗯。欸、真的没有哎、欸，好衰哦、喔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给我不要讲干话哦、喔。也不知道为什么呢、欸。你不要逼我一起回你嗯而已哦。嗯哼，我同事现在都对我很过分。嗯哼。哪一个啊，哥哥？全部都会。你就北七呀、啊。其中有一个同事好像之前会看板骨，就去你痘痘那边。啊，有时候莫名其妙就会讲。去你痘痘那边，像我会站外场，就是站一站，就是会听到那场台剧。去你痘痘那边，或者是什么？那是一首歌，就是哦，反骨男孩他们唱的歌。我没在看，我也没在看，就是有听过而已。不行，因为那太没营养了。可是有些人很爱看。我知道啊，有些人喜欢吃垃圾食物嘛。对，我也超爱吃的。我、哦、最近早餐不是跟你讲说我都吃两个薯条，两份薯条。哇、哦，好好哦，真健康。然后呢？啊？就吃两份薯条而已吗？啊，还有个鱼蛋饼啊。吃太少了吧？看，要吃就是吃小热狗、萝卜糕，还有蛋饼，再加两份薯条，这样才吃得饱。你给我过来。抱歉。哈哈哈，吃不完浪费食物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是不会吃不完的。你吃很慢好不好？妈，你吃一个小时哎、欸，吃一小时慢慢吃。你那好好品尝美食 ，OK？ 拼个头啦，薯条凉掉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什么啦？没关系，它的食物美味还在就可以。哦，哈，我跟你讲啦，你不懂怕胖人的心情。怕胖啊？是怕烫。啊、哦！修修烫烫的修，懂？薯条是能多烫啦、啊？好、哦，薯条也是可以很烫的。粗薯条的话不一样。啊，你现在是跟我比什么啊？没有，我没有跟你比。我刚才在接着说，我在跟你。对啊，你到底在讲什么鬼啊？哎、欸，笑我！哎、欸，刚做好的早餐你都是放到冷掉才吃哦。嗯，
不会、欸其实蛋饼没有很烫，我会马上吃完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可是就。就什么啦？我觉得它可以马上吃，可是我还会吃，还是会吃满满的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你只是在找借口理由啊！你就吃很慢呐、啊，啊，吃很慢的话，分量多的话都没关系，拜托。讲屁话、喔。是屁话，好吗？不是啊，哪像你一口塞。我一口塞，我怎么一口塞啊？超烫的。我刚刚还要讲什么，其实忘记了。没有啊，就刚刚讲反骨啊，垃圾食物啊。还有就是他会看那个什么《伯恩夜夜秀》。嗯。你有看吗？哦，有啦、欸。掉了。好了，还缺什么？耶、yeah ！这是还一只网啊，一只怪啊。没有，这边没了。这个任务好了，我们可以下一个。我们可以去精灵村了。不是少一个问号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没有发现那个问号已经是多出来的任务了吗？6-4哎、欸，6-5哎、欸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应该这个啦，乖。它不是任务啦，它可能隐藏的地方。我记得我当时不是跟你讲说，那个我们之后还要再回来这边吗？嗯。冰沙拜拜。嗯，冰沙拜拜，晚安。那个，就这个树啊，这个、啊。好啊，我们开门吧，回家。我可以去打王。打什么王？刷那小王啊。哪一只啊？嗯，那个机器人。在哪？嗯，我不知道，之前在刷史莱姆那个地方啊。啊，史莱姆。boss 哦，嗯嗯，那就要回去啊！我、哦、开门开那么久，你不理我。我没看到你开门，因为你眼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，你眼中只有珍珠奶。其实我喝的不是珍珠奶茶。看，你从刚刚讲珍珠奶茶的是你耶，是没错。哦，你这是比我骂脏话的人。这在边吗？你要打哪一个啊？你要红色史莱姆还是绿色史莱姆？不是，我要打的是这个。等我一下啊。那过来这边啊，这里啊，过来。我是路痴。你说这只哦？嗯，后面那只，后面那两只。什么王啊？哦，小。好像对他有印象。什么广告？没有卡牌吧？我不知道、哦。你拿到他头盔了。再刷。又是你拿到，嗯，你可以给，应该不是家具啊，家具才不能给哦，嗯，有喝水，你对他没影响哦，这没什么影响哎，我知道是学那个的啦，可是你怎么会有印象是他是小 boss？ 天哪，因为之前就有啊，就打他。
你知道我们玩这个是四天前的事情了、欸。可是因为啊，可能就是我也只跟你玩这个游戏吧。我最近玩的游戏也就只有这个。哦。所以也就记得比较清楚。你在怕死啊？哦，有，没事，对不起。我吗？对，我跟你道歉。怎么了？没有啊，就想跟你道歉啊。发什么？这是掉什么啊？头盔，它会掉三个东西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。就是头盔跟鞋子武器吧，打喽。鞋子跟那个吧，家具吧。就是武器哎、欸。是哦，没关系，打打看。它就感觉跟史莱姆那个很像啊。嗯。SM 那个家具，嗯，按错。哦，又是头盔。等下旁边那一只王也要锁啊。对啊。它会掉一个东西而已。啊！被他逃走啦！啊！被逃走了！啊！怎么没掉？啊！啊！坏东西！可以打隔壁的吗？可以啊。他比较难打，不是吗？不会啊。在那边。啊！要跟你躲在一起，不然都说啊，你怎么会受伤？哎呀！哎呦！妈的，都是咬我！哇，好不爽，我好不爽。这个正方形的，干脆一点。就好，帮你加 buff 吧。
难掉哦。喝水打打看。喝水吗？那种？哎、欸，哦，你说喝那个水哦？好痛哦！咕咕咕噜，这样是有机会被他炸死吗？炸死不知道。嗯，就站着不动的话，你要速速看吗？也是可以啊，啊，只是感觉能躲的东西不躲，就很难过。之后的王是不是很多都是这种弹幕型的、啊？有的不算弹幕型的，真的很难打、啊。炸了！希望是你的，希望是你的，希望是你的。没有，是你的。发射矩阵。看有没有丢。可以丢的话就是。哎、欸，它是材料哎、欸。嗯。可以丢哎、欸。那等一下打到你打到的话，或者我打到就可以丢给你。哦哟，克洛央安。那还是谁打嘛？是谁打？克洛央安。动了，动了，动了！哎、欸，我会死哎、欸，该会死吧？会死啊？哎、欸，会吗？会、欸。我拼命在担心。有哎、欸，又有嘞，酷哦！拿到的棒，那个材料一个就够了吧？看一下它可以做什么。单手武器，哎、欸，可以做了、欸。那等一下哦。光剑，哦，更痛哎、欸！换了换了。那它只要一个就好了，真好。哦，星星。还是拿木剑、欸，还是死定了。嗯，对啊，要打他了。阿皮亚，家具、啊，水晶灯，对啊，家具是不是不能丢？哎、欸，你可以按 Tab 换那个改变那个顺序，就是获得顺序。哦，对，它能丢吗？不能点。嗯，那看来就真的暴晒。对啊。这王最后一招躲哦哦，可是我们已经打完了，应该不会再碰他了。喝水，哇！我也觉得我攻击算痛了、啊，我都白白白白白。
最喜欢这种打很快的舞。哦，鞋子哎，酷！行行行，东尼的，太好了吧？走吧，等一下再打，要掉第二双给我。我比较担心的是家具。好，它到底掉东西的基准是什么啊？哎、欸，两样哎、欸，掉了。哎、欸，你有了，你有了，碎的。不担心了，不担心了，鞋子可以丢。哎、欸，它怎么是？哦，刚刚想说它怎么是绿色的？嗯，耶、yeah, ，我们可以推进度了。耶、yeah! yeah, ！鞋子给我吧。有五顶帽子。嗯，攻击减五，可是 EP 魔力增加，它就是魔装啊。哦，我真的觉得螃蟹也好好吃哦。EP 是回魔吧？回魔吗？不是魔力吗 ？EP 不是魔力哦、oh. 啊！螃蟹哦，怎么了？没有啊，就挑蟹肉好麻烦啊！我是觉得，哎、欸，怎么会有鱼？我有鱼，我看是鸡，不一样。哎、欸，你看是鸡，酷哎！走吧，走喽。我们要解下一个任务，精灵村。嗯，我们就是把图鉴收集，才能往下一关。雪地有一个刷怪转圈的地方，是哦。等我们到雪地，你再跟我们说。可是雪地那个地方也不是，可是他要手动不能挂机耶。你是说那个对不对？哦、要一直拼命放，要拼命打怪吧？要找什么？还是也改版了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要找。你说哦、嗯？到处晃晃。要不要播广告？好，难得我们刷完了，哎呦，好痛！对吧？我觉得这边猪很烦哦。等一下哦，礼物盒那边什么意思啊？你在哪里？你再上来一下。礼物盒，我要想一下，这款就已经三四年没碰，这样很好啊，跟我玩一款新游戏。嗯，有鸡耶！哦，我们要引一只猪过来这边。哦，让它去撞是不是？对啊。嘿，宝贝，我叫克林特。嘿，宝贝。哦。欸、我是看黑孩子、欸，你说黑宝贝？因为你是男生吧？哈、哦？有没有可能？有哎、欸，这、欸、边好多好可爱的小鸡哦、喔！都要引进去了。你们都是收集什么？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好，那鸡，好鸡喽！怎么找出来？鸡。这边有一个任务，进来。我来了。你好，孩子。我来了，他跑了。进来了。要捕捉一只兔子啊，宠物。哦。金胡萝卜，我要怎么做？繁星教我。怎么做？想一下哦。拿在手上，兔兔，好可爱的动作，我可以打他吗？我在玩劲舞团，小草。哎、欸，好酷哦！那我也要。拿到喽，跟我走。你兔兔拿在手上。
有攻击按攻击，防御按防御哦。哦。还可以选择哦。你要不要抓他？当然是 yes 喽。走喽走喽。啊，还有其他吗？没了。小猪，把猪引过来。猪。那我找鸡。啊，你没看到吗？那只鸡在那边啊。哪里？啊，兔子要先杀光了，不会生猪。那个洞啊，那你没看到吗？这里啊。哪里？家。哦，是那一只哦，好，知道了。杀兔兔，他叫邦尼。哦，还有啊，就点点今天回台南嘛，嗯，然后就拍一个影片给我看，我说哦，为什么布布在吃药？就那、啊、他怎么了？就喝水，喝水的时候胸口去沾到水，嗯，然后发霉了。哦，霉菌，哦，这蛮麻烦的耶。啊，兔子毛就比较浓啊，比较浓密。嗯，欸、你要不要给你试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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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玩？给你玩？是什么？是？来来来，猪这边，来猪这边，来猪，来猪。哦，哎呦，啊，哎、不小心撞到了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也不想玩。来猪，来猪，来猪。啊！我要把它杀死。怎么突然那么多猪？因为刚刚就是都没生怪啊，就是我不是跟你讲说这边怪要生的快，就是你要拼命杀。耶耶！我把它赶回去了，好棒！去哦，乖一点。小鸡救星，小鸡救星，有了，有紫色点数了。那我们进去吧，还有那个另外一个。哦、我们要去捕捉史莱姆哎、欸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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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史莱姆在哪里？你用走还用飞的啊？飞的好了。啊，霉菌其实很容易复发哦，要注意哦。我知道啊。他小时候就有霉菌感染过一次了。哦，那难怪容易复发，沾到水而已，就这样子了。怎么不理我？哦、你可以。哦，原来他刚刚一开始就对我生气了。我刚才也对他生气啊。就是你要拿过去碰他一下，就是拿着的时候，他可能在旁边，然后你要摸他，摸他。对。我没摸啊。哎、欸，你没摸我。对啊。我刚刚是摸他一下。大、啊、家可以跟点点说，就是可以的话，准备一下暖灯或者是除湿机。有啊，他那边有空调、除湿跟那个保暖灯都有。啊，那就好，那这样他会好蛮快，只是容易复发。我觉得只是因为他喝水去沾到啦，因为母兔啊，他胸毛太多啦。对啊，没办法，正常啦。可是只沾到一点点就发霉，那应该就是。不是他就是最近就在台中实习啊，没有注意到那么多。对啊，因为帮顾布布的话是他吗？嗯，没事啊，霉菌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只是他会痒痒的。哎、欸，因为具有攻击性的宠物。哦，不同的饲料哦，对耶，以前就是要养不同的饲料。哦、嗯，哦，购买。我要换兔子了。耶、都买一个。
劳量低的波斯要怎么跟？不能干嘛？就喂他们吃啊！打出暴击。哇，那你今等下出去的时候，我们要来挂钱。嗯，我还可以更换颜色。欸欸、对啊。哦，那我要白色史莱姆，好可爱哦。能不能干改名？烦。不小。哎，我要改名 L A。完蛋。哦，你好坏哦。你先的啦，喂养。哦，鱼也可以喂他们吃哎、欸。HP、EXP 哦，加经验值的哦。他喜欢吃营养炖菜哦，好啊。你的哎、欸，等一下我看一下你的画面，等一下。为什么你知道他喜欢营养炖菜？因为他只吃那个啊，就是我在喂养他的时候，我有买全部的东西，但他只显示这几个。可是他营养炖菜没有加很多哎、欸，没办法啊。哦，那、啊、你给他吃苹果啊，苹果那么多，苹果加一，啊那个也才加三而已。那你看苹果按着就好了，升级了。可是苹果，苹果才几块钱而已，苹果是我们挂第一张地图得到的。可是你要干嘛？好吧，那我们去第一张地图挂好了。死鱼。啊、鱼我们是怎么得到的？钓鱼啊！你看这个圣代才加三而已，算他也不知道怎么得到的。能量增加血量，啊啊、这是增加我们的最大值哦。安安啊，娇仔安安，这个娇仔就是那个林佩。嘿、hey, ，另外一个林佩， hey, 对。好酷哦！欸、真的、欸、要赚钱呢、欸，不然。这条好不够哦，南瓜肉不好打哎、欸。哎哎、欸欸，我的兔子是没有南瓜肉可以吃的哎、欸。是哦。对啊，你刚不是在看暴击吗？没有没有，你在看的是另外一个啦。哦，这个、哦。伤害，对。弗兰肯鱼。啊，萝卜给你吃。南瓜肉喽。南瓜肉我舍不得，因为南瓜肉还可以做其他东西。真的假的？干啊！我给他吃好多了、欸。我不确定，我不确定，我看一下、啊。南瓜种，萝卜，以前没有这个东西耶。养南瓜肉没事，南瓜肉直接给他吃就好了。我记得以前就只是养可以换颜色，没有。小林说不要偷骂他。我没有偷骂啊。我们直接正大光明骂。对啊。哦，我被你带坏了，我不能这样子。哦。哦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哦、oh, ，这样。哎、欸，我觉得白色好可爱哦，你不觉得吗？好可爱、哦。白色吗？对啊。你是被黑色的、哦？嗯，没有黑色，有黑色我就换黑色。OK。红色的，好了。你也可以换白色啊。嗯、啊。那红色好像我的颜色。不一样，换颜色，白色，雪兔。雪兔，哇！看有什么任务？不错你，不错。为什么那边有一个 SM？ 那一个？哦，我们刚抓的啊。不是我有抓兔子啊，怎么没在里面？哦，因为。我刚刚看是也 有兔子在里面呢、欸。哦，那可能就是我带什么东西。哦，我们这边没有东西了。嗯。这边任务结束，然后道具都拿到了，好吧？有哎、欸，两个问号，凯都拿到了。OK。OK， 下一关。你、欸、那石头长回来了。对啊。啊，你的兔子白色好可爱哦。你等我一下，我看有没有讯息。
吧，我只请达恩。没有人达恩还弹错嘞。你说我原本就是坏的，你说我长坏，长坏了。你既然这样说我，啊、你上班时间到了。对，我该去上班喽。这什么东西？有人啊？什么东西？可爱的东西，看到可爱的东西都想打。哎呦呀！真让人烦心，要心烦。美味的火鸡，但是那我们有哎、欸，我们有啊，我们蛮多的。哦，这流血好棒哦，特殊效果。哦，穿上去了，北西哦。我穿着哎、欸。嗯。穿上是啊，请便提高防御力及蓄力的移动速度。哦，蓄力啊。啊，好像是这边吧。欸、有哎、欸，蓄力的移动速度蛮快的。有差，他们看起来好可爱哦。哦，这个鞋子棒。对啊。我觉得这边也是挂网的地方，不是挂网，这边是赚钱的地方。哎、欸，血的史莱姆，哎呀我呀！这边可以干嘛？为什么可以走在这边？嗯。嗯。这边好像没有可以干嘛的。被干嘛？你干什么？我说这边好像没有可以干嘛的。因为这边就只有这一区会生怪，然后网络上看到是有人在这边放那个，就是召唤很多那个植物人，植物人啊，植物的那一招。哦，这边有圣诞老公公，要找礼物喽。雪灵，在广聚宫。恭贺东边，可怜的老人家。嗯，哦哦，这边来我这儿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好可爱哦！你看它好可爱哦！一起对啦，我下面，我说这只啊，哦。对耶，他耶，喝水。没有，不要误会，他不是掉娃娃，我也很想要。哦，讲到这个娃娃，我之前玩那个那叫什么《风之谷》的时候，就是有个地图玩具工厂，玩具的还是在哪里会掉那个兔子娃娃，那个是垃圾卖钱的东西，我收集了一大堆塞我仓库。你一个人出戏没关系啊，你有我们一起出戏。嗯，帮你加加。我刚刚把我自己宠物看成怪物了。帮你加加。好会喷哦，好会喷钱哦！对，这边怪真的是升很快。对啊，要刷这边卡牌吗？顺便刷一下好了。可以啊，这大老人等我们一下哈，没空。夏天的风，你知道？哎、欸，是你捡到的。第二双了、欸，等下给你。好啊。喝水。喝水不够，喝冰就好。哇，你像蓝色史迪奇。我要先把我的宠物关起来。凡正在用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你，
你真的要把我收起来吗？我收起来了，他会在我身边。哦，隐藏起来而已哦。对啊，不然我会不小心把他当怪物。这衣服哎、欸，被你拿走了。阿小，不行，我好凶哦，不能这么凶，大过年的。好像苍蝇哦。对呀、啊。嘣，那个啊，光剑的声音。喝水。哦，金的，起金呢？过来哦！喂，卡片被你拿到了吗？你的，欸、他们说你很棒哎。可是，像衣服那些都是你先拿到。衣服是可以放地上给你的啊。哦，马西啦，哦，对啊。哦就就跳欸，然后就觉得你有时候好像我们的观念都是很不一样一样，對、啊、一样，不一样才会这样子，懂吗？这样才好啊，这样才会吵架。对啊，吵架哦，要踩，真的太厉害了，踩完真的可以拿来摔了。嘿嘿，哎、欸，小林还在吗？他不是去忙了吗？好吧，我想说看看摔一摔可不可以把它增高。哎、欸，小林真的好小只哦、喔！你真的要看他本人？你说更小吗？对。天啊，好可爱哦、喔！他比我还小只吗？他、啊、当然啦、啊。是身高小只吗？你就想，他是真的很像是一个娃娃，然后他的手脚都是跟竹竿一样。吼吼吼！他还在，他听到了。没事啊，我把你抓起来摔一摔，看会长。手打面不是摔一摔的吗？摔出面筋、嗯、面筋到来。嗯。你这边还蛮好赚钱的，马上就值1000块了。还是你打一下，你撑一下，我去。点个天赋，你要点什么？你要洗了？嗯，我要点那个啊，对啊，我要洗了。你要洗了？哦，不行，回来哦。哦，我要洗一次900、1500，对啊，我洗一次就是2000块了。哇，等级越来越高，好像越来越贵吧？那就好像一次100多啊，然后再加上金色的天赋。哦，金色比较贵哦。嗯。然后鱼。什么好吃？终于有我的了！哦，这边都是防御为主哦。你说没武器啊？那、哦、不是，是那个加成的东西，就是它会降攻击，然后提升防御。哦哦没有比较好哎、欸，为什么啊？我的植物怎么死这么快啊？它没有血条的、哦，我以为是时间呢、欸。有血条吗？你要不要看一下详细？我没有看它被打啊。啊，还是帮看看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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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是金是金是金。你好快哦，金！哎、欸，
他追你，不要跑！哦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想去厕所、欸。好，你先去。你躲屋子里，你躲屋子里，你被打了。为什么打？快乖一点，有啦。我过来。还有，咦，蓄力时间长。去厕所啦。嗯。小林最可爱。没搞，我没有，拿回来再讲。等一下，我家有只臭虫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抓个虫。有一只分象，哎呦喂啊！飞到我家，夏天的风无情飞过，我回来了，咕噜咕噜咕噜。不来，好雷啊，好像不是很好用欸。洗掉，再洗掉。可以专心看台的，为什么？CRIT 到底是什么？等我一下，我查个一下。魔神男子。啊，暴击。哦。那是暴击哦，
等懒懒一下，懒懒他家的猫要吃东西，900，哦，贵，贵生生生生贵。前面敌人，周围敌人。是靠手打吧，他会偷钱，安安，欸，你叫芝芝对不对？芝芝安安，掏钱，啊，放错了。然后
哪天安安。Hello， 马田安安，打不到，你离开到现在打不到任何一张卡片，太久了，我看一下，我都有配水喝哎、欸，在你身上，哎、欸，等一下有两个哦，一个是流氓，一个是恶棍哦，对啊，有两种，有了，我是流氓，不是我是流氓，我打到流氓，你是，我是。以前他们叫我流氓，没错啊。你是流氓啊，我是恶棍。好。那、啊、我会捡钱哦，很悲戚哦。抱歉，他们还在叫。没事。他们会抢钱哦。他会抢，对。我会打死之后钱会掉了，没事。所以他们会捡越多，然后掉更多。嗯。然后这里是，刚才也是精英，把钱都捡光了，我把他打死，就爆了一大堆钱。哦、等我、啊。你吃，你吃。恶棍，耶、hey! yeah, ！你缺流氓，我缺流氓跟兵，兵三。看来我的幸运是要累积的。对啊，你看你出去挂了一阵子，不是挂了，你挂待一阵子回来又打到卡片了。哎、又有了，你看又有了，耶、hey, ！我也有流氓了。你看你多强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们两个是史莱姆，你打的嘞、欸啊！我刚刚在干嘛、啊？这边刚好衣服，耶、yeah, ！我拿到衣服。
欸，我发现你回来开始都打到东西耶，我刚刚在干嘛？我刚刚没打到补裤子耶，真的，我真的没有。你在乱讲话啊。我没乱讲话啊，我刚才在唱歌耶。我刚刚不是离开一分钟左右而已。啊，一分钟而已，你离开了四分多钟咯。四分多钟那还好，你看。你看你才回来一分钟而已。你打到两张卡片。对啊。我的幸运是要累积的。那你再去休息一下嘛，这样子。不对啊，那就啊，那啊，我们都不要动，我们都不要动，都不要动。反正不是，我们躲屋子里面，等你幸运满，我们再出来打怪。没有这样，可能还要加上一些打怪的累积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是我的衰运先累积起来，一次坏你的好运。没错。我的天哪、啊。有可能哦。那怎么是红色的史莱姆啊？我有看错吗？有吗？没有吧。哦，还是你打他是刚好变红色，有可能哦。哎、欸，躲在那边干嘛呀？你们这两个，他们两个在那边就是在那个啊。刚才进不去打他们。我看你愿望清单有魔物猎人，你是真的想玩的，还是就放了？被发现了，那是很早之前的哦，就刚出的时候就放他们愿望清单里面，一直没钱买到现在。哦、没事吧？打人也好痛、哦！我刚刚试过那个召唤的，来不及放、嗯，真的来不及换回来，就不用用刺客打这么快。哦，你要不要吃血？还有一颗在上面。好。那、啊、你偷钱全部跑到上面来，天哪！是哦，直接喷钱。对啊。雪怪也要打、欸，也有东西可以会掉。你说左下那一只哦？嗯。我记得后面好像有一只会专门有雪怪的啊，怎么又升级了？红色的应该就真的是被打到了。佳佳，哦，这加其实加很多哎，很多啊，攻击都快200了。哇！偷钱呐、啊！他们捡钱速度也是蛮快的，这样也蛮不错的、啊。哦，好想养他们啊！对啊，好希望这个宠物可以在身边哦。这样换一只新的宠物是不是要重养啊？好像是哦。哦。是啊，后面可以用钱堆起来那些饲料。是没错啦。不然三个基因有点哭。我来吃饼干。不是要给你的，
我又没有讲什么。啊，你说谁给的？我怕你到时候说，我额外买的。哦。那个起司，就是中间有一个内馅的起司饼干。嗯。就是很硬的那一种，就拿来磨牙齿。哦。我想吃米饼。哦，米饼那个我很喜欢含着，含到软掉。真的，然后他还吸你的嘴唇。对对对对对，好痛啊！哎，我之前我之前很喜欢拿海苔吸嘴唇，吸舌头。哦，结果就真的吸到被吸到那个嘴巴破皮，舌头破皮。那有一段时间不敢吃。啊，我很欧，一回来就有东西。我的欧是要看时间的。嗯，我帮他垫水位啦。对。把卡池都抽光了，然后刚好抽到一次啥。史莱姆是有卡片吗？等一下，嗯，没有吗？我们打很久了、欸。史莱姆卡片，可是那边有空氧格哎、欸。对耶，还有冰史莱姆的帽子哎、欸，蓝史莱姆的帽子。呀。蓝史莱姆的帽子啊。二罐的鞋子我都没打到，二罐的鞋子吗？嗯，二罐跟流氓都没有。有啦，他缺一格，应该是冰的吧？嗯，是啦，毕竟都有他的帽子了。嗯。还有其他地图有更多他的、啊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看看嘛，下一张看一下吗？对啊。啊。哦，这血怪大胖胖，先打他们好了。哎，好硬哦。好。就他们好可爱哦。嗯。哎、啊，打他卡片也太难了吧。哦！哦不，对不起，还是。木匠肯定可以借我们哦。玩具公司。哦。两个，对，我记得好像是从天而降吧，所以这个我们打不开。这也过不去啊！哎，等下，这个可以动。嗯。嗯。嗯，这两个要先推上来吧。这个先推在上面吗？对啊，你这样才有空位从旁边推下来。
先推。那这个也要推走啊？为什么不用啊？不用吗？你知道？哦，你要推，你要先推那一格是不是？不推这一格吗？我也不清楚哎、欸。往上喽，是这样推吗？对啊。好。这样还可以推吗？不行、啊。可以耶。要卡在那边啊。现在回来会不会重置啊？啊，这边还有。卡推下去。嗯。我靠呀、啊！对你。我想说他要血量，他很痛哎、欸！推下去啊！我可以跟对，那边还有哎、欸，不行，那要拿斧头来了，重置了。嗯，有米肉，不能推啊！推这怎么办？看，一定是往这边推的啊。嗯，那我以前到底是怎么过的？可是重点是还是要推到这边来。对啊，那个一定是上面的、啊。推喽。对啊，这样会你在那边等、啊，我在哪边等？哎、欸，不是、啊，在这边等。嗯，你推过来、啊，因为这边会封住啊。哦，我往下推喽。我在这边，嗯，推下来啊。哎、欸，过来、啊，再推过来、啊，推过来、啊，看不到啊！再、欸、推过来啊！我就看不到咩？有我，没有我，一边一边。圣诞树，谢谢。你是豪华礼袋。哇！圣诞树干嘛？家具。你可以拿在手上哎、欸，这是召唤宠物的哦。哎、欸，你多开一个门 ，Hello， 哦，那个那个开、嗯，刀，刀刀，看是给谁的？嘟嘟嘟嘟，帮你加加。好像是给史莱姆之类的吧？不可能啊！很痛哎、欸！喂，我喝个水。好，按住。
爸骂了。笨蛋老奶奶。哦，对，好，我们要去左边那个工厂。Hello， 还在吃？没有，我在看。哦，抱歉。很强欸，我主线的，对啊，都给他打就好了。是啊，解密喽。他好笨，好笨哦，超笨。哎、欸，我们踩他去打就好了。25个要打25个礼物，好吗？哦，我们不能等他全部生完一起打吗？可以啊，你要他会生，他会放炸弹出来哦。哦，真的哎，太我想要炸弹潮了。哦，我以前喜欢玩炸弹工厂。工厂还是炸弹超人的工厂？一个就是他一个乐园。啊，我好像知道。对，我超喜欢玩那个的。它有很多小游戏，嗯，而且它还有一些小故事线。所以当时在那个哪里，地下街有看到那个光 PS 的光碟，超想买，嗯，但是就是没有 PS， 就是买来收藏当回味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就觉得很难过啊。嗯哼，打铃铛是什么意思啊？要打铃铛啊！走啊，走走走走。永丰说打铃铛什么？气人，走。啊，最简单的解谜给他、欸，来。
哦。能逗人哦。也快一点。看他那边蛮可爱的啊。对，我在看他。很痛哎、欸。最难的谜题，天啊！我想到有用吗？没用，它是全都在炸。屁呀、啊！我是不是想怕屁是什么？我打屁呀、啊！哦，他终于解开，我解开了。耶、yeah ！那小精灵不会再帮我们。大家，哎呀，血好厚、哦！你用炸弹炸他、哦？是哦，这怎么吧？用不知道哎、欸，没有啊，炸弹好像对他们来说没有功效。看来这是一个体力战了、啊。没有。我跑进去了。改变火车方向。砸到那边吗？哦，酷。好了，这样可以吗？来啦，嘣！我、哦、会换哦。喝水吧。哎耶！耶耶！这才叫团队合作。做今天星期，今天真的星期四哎。对，星期四。那就星期四。哦，卢克真的蛮可爱的。哇，我们在星期四玩这个，还是他真的会依照我们的星期几？我不对、欸，这个，你看这个像那个章鱼。哎呦喂、欸！生气章鱼。他现在很不开心。啊，这样。起床啊！起床啊！给我你的鞋子。对，鞋子我帮你看一下哦、喔。获得顺序。我有双零的鞋子而已啊。他有
两个双，他要两个鞋子，一个是20的。我给你捡看啊。哦，好啊。哎、欸，被你吸走了。哎呀。哎、欸，我给广告。好，捡，捡到没？捡到喽。好了，我们走着回去。哦，在冰上不会打滑，酷哦！等一下哦，我先看一下。看啊。嗯。有都有了哦、欸，所以他们是掉同一双一起的哦。那我们学帽子、哦、帽子跟玩偶，它看起来就是玩偶啊。这个也要，那个应该是打那个吧，打那个就好了。他会不会有卡牌啊？打 boss 的时候，坐椅子坐到睡着。天哪、啊，小琳娜、啊、坐椅子坐到睡着，真是可爱的小孩。耶、yeah!。蜂蜜，耶耶切！哎、欸，那个老奶奶的胯下很像浣熊哎、欸，是浣熊呢，狸猫。我看，你借我过。没了啦，刚刚我时空画面蛮像哦。继续刷吗？可以啊。盖双啊，这边还没走过对不对？上面吗？你这游戏很浓哎、欸，很浓啊！哎、欸，钓鱼？哎、欸、有吗？哪里？右下右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哦。头头痒。哎，妹。我忘记怎么钓鱼了，套子不是吗？当然靠着用利剑啊、哦！还是啊，要有鱼那个棺才行。对呀、啊。但不是啊，精灵讲话挡住鱼，要。这还有吗？脏话。嗯。哎呀，小格的。鲫鱼鱼条，哎、欸，你的鱼，哎呀，我听声音的啦！哦，你要看惊叹号，动森都是听声音的好吗？好啊、哦，好啊，那是因为一个人啊。金鱼。鱼条，哈哈，又是鱼条，又这么快，那呀断掉了，差一点，小的哦，那没有小的是企鱼，企鹅鱼，企鱼。必啦！好了，要取什么东西啊？等一下，我目前只钓到三种啊。有总共有五种。那、嗯啊，哎呦，卡牌有六种，这
那个卡牌哎、欸，啊，它更小哎、欸，好像比气鱼还小。我刚有一个，所以可能礼物也有吧。嗯，礼物有两个，礼物两个，恶霸两个，另一个，绝怪一个，雪人一个，六个。哦。哇，这好小皮卡，好小。嗯呀、啊，应该又是鱼条了。鳕鱼，哇酷哎、欸！之前动森有个成就，连续钓100条鱼不中断，这成就也太难了吧？对，然后后来我 是连续钓到了，对，要连续钓，啊，你不能把鱼吓走跟断掉之类的。然后后面我是找到一个方法，就是读 SL 大法。哦，也是啦。对，只能这样。我拍影片，笑死。因为他们都在炫耀说，我已经钓到了100条鱼哦，真气死！这也蛮难的啊。你刚刚没有意识到你睡着，看来就是那种像上课太累，突然打瞌睡的那一种。耶，钓完了雪怪鱼，最小的吗？嗯，最小的，好难哦！哇哇哇，还不去打怪，继续掉。哦，那血怪太痛了，你看我的血条，是的，不毒啊，是的。哦哦哦哦！好，吃个血啊，吃个血啊！是不是之后那些圣诞树都会砍？不是圣诞树，那些树不会啊。哦，只有那边才可以砍哦。也没有砍啊。我看为什么会地震？那个吧。哦、我的鱼跑掉了。是啊、哦。不是啊，就刚震到画面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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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想问发生什么事情？有了，我也有了。往你家加。我要死掉了，我要死掉了。好。太凶了。不要，亚美喽！救命啊！哎、欸，我捡到了。捡到什么？娃娃、喔？那个帽子。哦，很棒。啊，你是幸运的，蓝蓝，我被冰了。我也是。但还在还，还在还，还在还。蓝蓝 buff 啊！
吃血，吃血。好可爱，我这样哭。什么东西哦？他的，哎，他好凶哦！鞋子，等我一下，我要换那个在冰上不会滑的。必须得变慢哎、欸。没关系啊。换太滑。是六点整就要出门吗？没有。好。六点的时候大概就要准备洗洗澡啊，准备出门。哦，看一下讯息哦，等一下。嗯。有什么？刘永峰在说什么？永峰，你要说的话，你可以把整句话说完，因为我们会有延迟，我们不确定你会说什么。就是我们可能已经经历了那一段时间了，然后你还在看我们正在经历的那段时间。对，你们是活在过去的了。像是你可能说上方有鱼，那你要。不能只是说在上方，你要说那个地图上方有鱼啊什么的，你要讲完。别跟我们玩填空题这样。不然这样我们不确定什么时候看到你的留言嘛，然后我会不清楚你在说什么。也很感谢你会提供一些资讯啊，可是要说完像你刚讲说打铃铛，我们不知道讲什么了。对啊，你可能在说。你可能也是在说铃铛在上方，那什么东西在哪里？哪时候有铃铛？我们刚刚都没看到。你知道你这样讲话，其实会害人家误会就是搞不清楚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。对啊，像我们现在在上方，我们上方什么都没有啊，我们上方只有一片蛮好看的背景。哎呀，不是啊。
到卡片还不如广告。哎、欸，三姐哦，为什么突然写满了？你吃到补吧。我吃到一大堆吗？对对对，我就是刚刚有听到吃到补的声音啊。嘟嘟嘟嘟，直接满了。帮你放下架。哦，佳佳都要破，都快要破300的攻击力了。给我娃娃吧，我要娃娃。娃娃好可爱哦。大巨人，给我娃娃。哎呦，卡片。耶、yeah. ！蓝史莱姆真的有哎。是不是不给我啊？啊，那个冰刺碰得好痛哦！帽子，是帽子，耶！我没有。第二顶了，等一下给你，等一下给你。急不急？至少知道有了。干嘛踩到我屁股？是等的哦。那等等，我们可以去挂兔子那边啊。嗯。然后我可以一直跑。你会一直跑？会一直跑？就按着方向键啊。哦。然后你可以去做事情。然后你就最主要你就不要死之类的，可以跑来复活我，那我就负责挂机就好，然后帮我负责吸钱。你讲的好像你会出去很久一样。哦、我不确定啊。哦，好啦，没事。呀、啊。帮你加加。哦，你听到卡片的声音，应该不是。没有啊。太想要卡片了，直接换题。或者是你可以挂在这边，你一直打。不可能啦！超累。不然就是我提早开台等你回来啊，挂着啊，也是可以的啊。但怕太无聊啦。你说我太无聊，还是画面太无聊？画面太无聊。你就早点回来啊！哦，这是给我压力吗？对，有点难哎，我快死掉了。可是我吃不到。都你的欸。他说我普通攻击有几率
给人家冷冻。5%的鸡。人家当邻家老公了。为什么？帮我打卡片啊。哦，哦吼。有了。卡片。史莱姆。他还是不舍我当邻家老公，赶快给我。还缺一个娃娃哎、欸，真的、哦？他等下没有娃娃、啊，等下这只应该会掉，他新的。啊，我上！嗯，经验这个会卡卡地图。裂喽！什么都没掉。有哎、欸，哇哦，哇哦！你说掉就掉哎、欸。哇哦！他卡片了，你好猛哦、喔！他一直咬我屁股。谁呀、啊？我家的猫咪。他怎么会咬你屁股？你屁股？你屁股有放猫草？你太哦哎、欸，我也有养只娃娃哎、欸。哇！卡片了，吹卡片了。我都有在喝水的啊，喝水打，喝水打。哎、欸，去聊你了。哟，我在看装备呀、啊。怎么会站那么近啊？哭啊，在哭啊！好了，卡片了，耶！可以撤了、欸，就可以走了。卡片，走啊！我们要去剩下礼物了。咳嗽了，不咳不咳。这局，哎呦，好啦，现在就是见证时期的时刻。哦，我不是欧吼，欧吼，敢欧吼好难听哦，欧吼。你们这丑陋的数字，快移开！怎么像骂人家？走、啊。哎、欸，不是这里啊，你知道是工厂吗？我们圣诞老人还没解，小姐。我们要去拿斧头。为什么小七要过街呢？你都不等等你家的兔子。嗯，他跟得上啊。哎嘛，那个缎带到底是用在谁身上？问得好，获得顺序。快点哦！对，看一下都有收集完了吗？跑哦，跑哦，跑哦！去隔壁，去隔壁，去隔壁。啊，他会死。好好，我看一下哦。哦，剩礼物了，还有这两只什么啊？好像很可爱。这个没到吧？什么都不会掉啊啊！小精灵吧，他朋友。等下，是不是再帮我看一下？你怎么在这边看啊？等一下啦，被打啦！嗯，不是，你干嘛一直摸我？
文具工厂的东边，你那把是什么？我换。啊？你那把是什么？冰锥做出来的冰锥武器。哦。你真的喜欢带怪这边看东西耶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哪边要去哪边？文具工厂啊。文具工厂在哪里？问你啊。为什么是问我？你就在这边矿啊？你不是叫我先换地图吗？哪边啊？文具工厂东边，它东边不就是在这边？东边不就是我刚打？哎、欸，我没史莱姆了。这里吗？我记得是右下角啊。换武器。这是可以引入盒的啦，白痴哦、喔，我都没好好看。嗯，搞一下，我这边。嗯？哎、欸，这不就回来了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到底，老头。还是要去另外一边。好啊。这边也不可能有啊。那进来里面看看吧。顺便刷礼物呢。等一下，还什么？哎、欸，你们打到我了，我宠物了。我打到你的宠物了，不好意思。对啊，因为我要召唤他们。你看，看看他有金蛋了。好快哦！好难哦！你在做那件事的时候，你不会被攻击耶。我寻不到了。被炸到，我们就没了哦。哎呦呦呦！那这边顺便打卡牌吗？好，好呀。感谢珍惜的超级留言，六六六，好多哦！除夕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太快乐了！等一下，我要出去一下。出去，走走走，怎么了？我宠物变了。哦，对哦，能力不一样哎、欸。
能力就没了，哭啊！我换个兔子。不对。那，因为我们升级过吧？没有啊，他刚刚。啊？你升级过？嗯，能力不一样是不一样在哪里？就不会继承，不会共通啊。哦，对啊，刚刚我看到。啊，他该不会说挂网的地方在这边吧？空原安，还是这边挂了呀？可是炸弹会跑过来啊。对啊。这边等级要高一点才能过啊，怎么可能这个等级挂得了？不是等级啦，就是礼物盾牌。两个礼物盾牌了，要出去给你吗？等一下再给吧。哇，好多！我越升越快。喝水。好多炸弹。佳佳，你吃掉我的血包！我为此而来。那右下角那个超像血包的，我的天啊！对啊，我那时候一直不小心跑过去。哎，我鼻子好痒哦。要先换地图吗？不用。好了，抓完了。好多哦，还真的是越来越多哎！为什么会有这种机制啊？怕人家挂网了，挂低，然后就扔一大堆给你，让你没办法挂。哦，我就是觉得啊，一下就死，那么爱挂，对，不然一般就一下就死，可以升快一点吗？有没有？这边也蛮好的、啊。可是卡片好难掉哦。有没有喝水啊？我没有带那个水，我带的是魔力的。哦。所以我刚刚打到卡牌，什么都是靠自身运气。太扯了。太多啦！虽然不是很痛，但很多哎、欸。被礼物包围了，我希望现实中也可以被礼物包围。要看什么礼物啊？是啦。呀，然后愿望成真喽，别人的包裹。你去做那个超商、欸欸、没有盲包吗？那是超商啊，那你都是帮人家收包裹的。哦，那一种哦，难过、哦。好痛哦！怎么可能挂得了啦？哎、欸，他根本不死这边。哎、欸，会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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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欸。你会死啊！你会死，那你要喝水。我有喝啊！我都在提醒你喝水，我怎么可能自己不喝？我以为你在说的是那个打东西的水，我血还算满的、欸，为什么？你都在里面绕啊？还是说你吃光了？有可能哦。因为我有时候被打一打都会被腿后啊，有吗？你有吃到吗？嗯，没有啊，你根本怪都没有死掉啊，为什么在死掉？有啊，这边还有补包，来了，我也为此而来，你完了，我也完了，在哪里？我是这边还有一颗，快，你吃，我可以，
我写好了，我写不多的。懒懒安安，懒懒，珊珊就是懒懒哦。这么多，怎么还没有掉卡牌？这边真的好多、哦。他的经验好像没有很高哎、欸，如果很高的话，应该是很快。有了，我有礼物盾了，而且礼物盾加好多。对啊，我刚刚才想说，你要不要赶快换地图，我拿给你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也拿到了。你现在不能装啊。装啊，就按 tab 可以装啊。tab， 我靠、啊，你说刚拿到的瞬间哦、喔啊。对啊，就是看到那个数值的瞬间。要不要刷一下地图重新？我刚刚就是想问你呀、啊，要不要啊？你刚有问吗？我一直有问，我说要换一下地图，你说没关系，我可以。不，你不是说盾牌吗？也是啦。好难打哦。我看一下哦。看什么？对啊，剩两张卡牌啊，应该就是他们啦。那他们钱也掉蛮多的啦。小柠檬啦，没有错啦。等一下，我换个技能好了，再换一次。那我，我要试试看双手剑。You sure? You sure? You sure? 有礼盒哦。对啊，蓝色花瓣，我不然丢错，卡牌收集一半了、欸。不好了。等一下、喔。水。再卡。好，还要六点了、欸。对呀、啊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再刷刷看，看看这样刷快不快。快的话，我就这样刷。多了。盾牌儿，我九个水晶，做一个，做一个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，上班喽。对啊，怎么可能这时候上班啊？这时候上班你早到了、欸，是那个啦，要出门了。嗯，时间，好的哟。哎、啊欸，我看一下水晶盾牌干嘛？哪边看盾牌合成的、啊？哦這個、就是找到了，找到了。能量盾可以反弹呢、欸。那 HP 加好少哦。来，再刷刷看。还是要画挂挂该该挂挂的啦，挂兔子那边。嗯，因为我现在改双手武器啊。对啊。哟。如果才能，那再试试看。哦。好像可以哦、喔，你看，吃你吃你吃。好，我这边应该换个鞋子，你先帮我撑着。好。欸、靠近，来试试看。好了，
很屌哎、欸！等一下东西多起来蛮，应该蛮强的。对，我刚刚想说，因为那个马刺它是随机砍的啊，那就清超慢的啊。如何？那我也可以挂在这边，然后你一个撑着了。不可能。哦，炸炸牛救不了你啊，能把你复活啊？救不了我没关系。不是，你要想哦，他怪异多，不是怪异多，我一定要发呆才能救你。对，有了哦，知道了哦，不是我自私不想救你，不想挂。嗯，你要真的要相信哎、欸。嗯哼，嗯哼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哼，知道，嗯哼，没事的，我知道，是我不够强。No, 是我太烂，对不起，我才烂。后盾。没有，我烂，我没办法带你飞。嗯哼。没办法让你吸趴。看你放炸弹，在干什么？如果这个地图没有炸弹怪物的话，应该会非常的美好，非常好打。喝个水，有了，有卡片了，哇，你的，你看，哦，幸运蓝蓝在你身上，我有喝水哦，你很棒，可是我刚刚喝的水都没有用哦，不是你打到的，水不够，喝冰就好，你看来喝水喝不够，现实上也要喝点水，我有啊，今天喝两瓶了，哎，恭喜拜拜，太少了。加1200而已，太少了。哦，饮料就喝更多了哦。哦。放屁！哦，这样很猛哎，酷哦！去吃血，吃血！我玩不完，我快很满啊。是吗？嗯。800多哦！天哪，你有千的血了哦！让我去吃，我去吃，我去吃。我要我去死，我去死！红色小，去吃，我去吃，我去吃。就一张卡片，耶！礼物和卡牌。现在怪物都会掉一些特别东西，哇塞！这卡牌也太棒了吧！可是他们两个都叫啊，那个是礼物，好像都是掉礼物，好像都是掉礼 物, 物。好，我们去挂那个吧，要不要？没有没有，还没打完呢、啊，一个礼品还没打到。我礼品，一个叫礼物盒。不是、你不是要出门了？我是指这个啦。哦，没关系，再打一下。好的、哦。你快死了！你快死了。ですね。哎呦！好了，我回来了。有了卡片声音。哎、欸，我听错。包括掉拐杖糖哎、欸，特殊东西，我在讲特殊东西，应该就是礼物了啊。礼盒吗？嗯。一张卡片。你的。对，礼品盒的哦，购买少5%。看，这边都是炸弹。我听到声音了，有了有了，走，出去啊！这是卡住啦，喝个水。这挂不错哎，不是挂啦，这样打很快，而且什么都有哦。转圈圈，看一下哦，那卡牌是什么？嗯，购买商品。现在所有敌人
均有几率掉一种特别的物品。对啊，这应该是圣诞礼盒，还蛮不错的、啊。要手打什么？哦，没有，目前都哦，目前看到手都打满了，舒服，舒服，舒服。那换换一下魔工装备哈。哇，加60，才弄一点点。几天付喽，又要洗。那挂网偏破。哦，白色的礼物好可爱哦。你要换哦？没有。好了。哦，对，我要洗。那你先开门吧。好啊。嗯。先过去。嗯。你可以记得穿魔工装哦。好啊。啊，我们先上去回去吧。好，你先，好，可以可以定了。这边吗？嗯。哦，你下一只了，我们越来越强了。一次全洗掉这1000多块。对啊。没事，我们在后面一点点就有地方可以挂钱了。确定在后面一点点？对，有个洞窟里面，我确定可以挂钱，因为那边是我以前在挂网的地方。酷哦，酷哦，酷哦！这个是肚子叫的声音。没错，饿了。好啦，感谢各位下午收看。那晚点等兰兰回来，我们继续玩这款。回来有开的话可以继续玩吗？我有开的话，什么意思？我会等你回来啊，再开台啊。没有，我回来的话我不累了。嗯。哦。那不累的话，你要多累啊？我就怕吃饱想睡。不要吃那么饱嘛。很难是不是？嗯，他这个什么物理攻击有关的哦。我还在干嘛？哦，点下面那个啦，点下面 buff 强化啦。第一招那个就是我帮你加低量的啊。哇哦，互相可以增强吗？就是你点了之后，他会让你选那个谁。哦。让你按下去之后，按上或下就是选你或我。是真的蛮痛的，我刚刚也是放你一下就跑掉了。嗯呀、啊，哇，全点了。对啊，我全点。等一下再点，我等一下点。你这个。你为什么抖一下吓我一跳？我家猫咪好像做梦。今天早上有流星雨、欸，教主要来吗？今天早上有流星雨、欸，教主要来吗？相信不会。对，不会了。你知道我那天，我前天说早上有流星雨，结果就只有3个人过来。我想啊，好了，大家好像对动森也都差不多了。哈，我都还没玩过动森呢。
你现在进坑其实也还好啦，也没什么人啊。对，没什么人啊。哎、欸，那个如果你要选那个北半球的话，你看有礼物，你看有礼物。北半球的话会有那个，你刚好没吸到礼物，礼物在中间，对对对对对，又有礼物了。哦，这样真不错。对，然后因为樱花季快开了，那时候玩的时候刚好是樱花季，四月的时候。嗯。没事啊，就这样挂着啊，我顺便可以看舅舅。魔宫啊，魔宫。那个啊，那个法杖，南瓜法杖，对对对，这家比较高。那这是加那个哎、欸，是蜈蚣哦，哦拿错了、哦，哎、啊欸、真的哎、欸，这个才是新手法杖。哦打雷了，哦没有，放烟火。哦嘎喷。我又没讲话、啊，不是我说外面的声音骗我。哦，你没有做巫师法，巫师的跑。No。没关系啊，现在伤害也差不多够了。嗯。哎、欸，那你用云，我用这个好。你看大的雪人，哎，哦，好壮哦！感染外出小心，然后搭个外套就好了。我也不怕冷呢、啊。对啊。大概像我这个地方大概20几度吧，没有到很冷。哇，最近也要回温啦。难得冬那个，真是不暖冬哎、欸。对啊。你们用走的、啊，你不走不会有伤害。啊，没有没有，等一下哦，我要摸猫咪。名字住在哪里啊？我没有升满，我就升到第二阶而已。第二阶我就没再升了，不然这样钱花太多。主要应该是升云才对了，因为他跑来咬我。哦，对了，都升都要升。你香港哦、啊？哦，香港孩子，贵凶雪人。没有错，他就是鬼熊雪人。呀、啊，现在在走路好。好，大家拜拜。大家晚安，晚点见哦。晚安，晚安。